女生，这个其实对几位老师来讲都不困难，对吧？蛮困难的，蛮困难的。你平时用过女声调来唱歌吗？不太会有机会。要不咱们先试一下？啊，不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这样，我请胡彦斌老师先给您示范一下啊。还挺不错的啊！生卡贝贝走啥？算了算了算了！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子红老师的正确发音应该是：我生卡贝贝过三关。你刚才真的一个字儿都没对哈！嘉二老师，来，请说唱。生卡贝贝啊！然后呢？走三关，谢谢，谢谢。我非常期待你唱其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，因为可能这首歌我也不是特别熟，就嘉老师对这首歌不太熟悉，我们请胡彦斌老师给他介绍介绍，分享一下。这首歌是一个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健老师的一首成名歌曲，然后一无所有。好，那么我重新来一次好的。我非常熟悉这首歌，也听过很多次，对，我非常期待你唱其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斌哥哦，眼泪这种关于感情的一些歌曲，我觉得竟然能写出男人 KTV， 感情上肯定会有很丰富的一些经验，就希望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表达出来。哎哎，这什么意思 ？Excuse me， 我跟他是来这个节目真正算认识的，对，所以他哪知道我感情经历丰富？你上次不是说了吗，哥？啊，你说你不是不是，这个感情也可能是亲情，也可能是友情，对吧？不一定是，干嘛这么害怕呢，哥？对吧？后面按是原因是因为我闭上眼睛听了，然后我忘记我要按了，所以我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按的。 OK， 你别走心啊，不是，你别走心，你别伤心，你别心疼，你 OK。 你别误会啊，找到了。好嘞，你别误会。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原曲干嘛这样做有点不足，你明不明白？就有一点点这种感觉。从头到尾看你的演出的时候，是不要说鸡皮了，就什么鸭皮什么皮羊皮牛皮都出来了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嗨，而且我刚才非常爽，就我想谢谢你。 Thank you。 在我跟他的短暂的接触当中，我觉得他是个非常细腻温柔的人，温柔。我还以为他会说，在我认识他这么久，他是非常该死。该死。温柔。我应该算这边资历最久的。嗯。通常看到这不想唱的歌，就少画一点。把我刚才说的剪掉。哥，这里可以爬上去。可以，但你怎么下来？不下来不就行了？就不会被抓。那你能在这待两个小时吗？后台。姐，你不要一个人这样冲出去。你小心啊！哎呦，你是女子汉。女子。
你们两个想过不要吓我们这些老人家好不好？一秒钟100个反应。去哪里？姐，你不要乱走，我真的很害怕。你不要跑，求求你。他就是要跑。哇，我一生人都没有试过出这么多汗，还是冷汗。我一下来我知道我就死路一条，无论为了我的队不输，我命都可以的。不是命，命不可以，其实只是命不可以。我这样的话，其实是不是看不到我？是不是看不到？嘿，你在这，你躲啥呢？哥，当没看见我哥。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表演节目我们立马让你走。表演什么节目？你随意的，你拿手的。男人说话算话。我说话算话。表演完你就让我走？对，让你走。鹿晗哥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在你的心目中比游戏更伟大。没事，你现在表演个节目你就可以走。你想看什么？你最拿手的吗？我没什么东西拿手。什么后空翻啊之类的，能翻吗？能翻，那你就翻，那你就走，走，走也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对，我永远不回来走。你到时候带四个人一起回来，我真是，我对我，哥不会的，好吧。哥，我发誓，你真的这样对我的话，我会永远对你很失望。不这么对你，快快快，来吧。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快快快快！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哥，扇子。哦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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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重要还是你？你说加尔重要？加尔重要。来吧 ，OK。我翻一个走啊！翻一个吧。我翻一个你就走。我是翻一个你走吗？我。哦，行行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来，翻吧。你说加尔走，然后我就来一个。行，加尔走。五。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帅帅帅，厉害，可以吗？我走了。哦，真的走了。拜拜。接下来只剩我们终结者的最后一名运动员王嘉尔，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来准备。预备 ，Ready Go！ 哇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反应很灵敏。帮我加油，我的队！加油！加油 ！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.我们需要这个锦囊，我们需要这个锦囊。
是我下一次的心动吗？我是林俊杰。